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由阮小董树林来定性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啊，各新闻分析新闻陪伴新闻呐。来，咱首先来讲一则新闻哈。那么绿媒哈，就是大陆的这个媒体，伫访问蔡正元。那么伊伫咧讲啊，蔡正元伊伫咧讲，伊讲哦，那是林全告我泄密，吼，那安尼我就告伊的孙安尼啊，啊多吉啊那些，吼，就是。标题啦，来来，咱来个看内容。行政院院长林全伫个顶礼拜五指示国防部、法务部，应该彻查海军误射雄三飞弹事件背后的这个泄密问题啊。那么，因为着外界也这个争议，林全长议员表示。一个军队如果有泄密问题的这个存在啊，那么这个军队是无是袂受战的啦。那么如果真正泄密，那么阮爱去面对处理。
确保到这个军队这方面无问题。那么廖梅环球时报昨刊登蔡正元的这个专访。蔡正元在访问中间，伊伫个讲啊，确实林全过于泄密，那么伊就告林全来渎职。那么林全昨两度就是两遍被媒体吼、问起的孙阿娘，蔡正元伊的这个批评，啊，你感觉安怎呢？那么伊就拢无正面的这个回答，吼、那么林全就干呐讲。国家每一年开3000亿以上的这个预算在国防，那么希望讲，阮的这个军队是会用的作战的。那么而且是真好，的这个军队啊，如果军中有泄密的这个问题啊，那么阮袂躲避，爱去面对解决。那么当然啊，我若看到这个行政院长林全安尼在讲，阿洪都啊都在笑啦。但咧笑话了，讲什么是窃笑啦？啊，到底我这种笑是什么笑？我家己嘛唔知啦。就看到安尼先，我就是感觉好笑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即卖军队甲较早军队无共啦，阿洪一再讲过，阿洪也做过兵3年的这个特种兵，是安怎即卖军中常常咧出纰漏，常常咧出洋相，是安怎奈安尼？管教无严嘛，较早无共呢，较早这个军纪。包括老师官本身嘛是兢兢业业的，唔是讲老师官伊就会当清清采采呢，拜托的。操课嘛是个，士兵拢同款呢。有当时啊，伊就爱做防看，唔是像即马尾啊咧讲讲的时阵呢，啊这个班长啊咧欺负这班兵，我甲你讲，迄是训练中心啦。那是训练中心才会安尼，安怎讲？伊伫训练的这个中间需要爱严格，你士兵爱服从命令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你拢爱做出来。包括这个步兵也跟吼，也这个射击等等，那么拢动作拢一定爱做出来，因为你无做出来，表示讲你这个兵。唔管讲你做甲看也好啦，那是到战场啊，你无法度作战，你无法度作战，所以过去的兵真精良、真勇猛、真服从，那么真精神。那么即卖兵啊，败兵懒散，无纪律，吊儿郎当。现在兵就是都这样，所以难道没出问题吗？我跟你说绝对出问题。你来看，现在你来看新闻常常在报，对不对？那么阿兵哥啊，一只战车啊来给开到，啊来给告死人，发生那么车祸等等，兵车啦，大雾四鬼，是安怎奈安尼？因为较早，伊的这个老师官，会使讲南征北战，过来台湾，那么在地方，伊的这个基地训练，包括对地方，伊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国家都，伊的这个熟悉啦、熟悉。那么伊安怎讲？每年都有在输对抗，每年都有在赢测验，所以较早会使讲做了拢真有到位，唔是像即阵啊啦，哎呦，拜托你甲看，
迄飞单爱家己写出去咧拜托个，鉴定是咧从啥去？执行的这个长官，对不对？这是咧从啥去？啊？敢若一个军官啊，甲士官啊，伫咧操作，你甲想啊？啊？所以军中嘛咧变改，这个门，这个名嘴嘛咧变改，尤其是立营的人嘛是咧变改。这套有什么好变改的？啊？伊阿洪有过来人啊？我定下嘛咧批啊，对不对？我定下嘛咧批啥？批这个国家，批这个社会，包括军中、红中球，对不对啦？我拢一直咧批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什么些螺丝松动了？我甲你讲，早早过去都拢歹去啊啦！什么咧螺丝松动了呢？那咱台湾，我甲你讲，咱台湾并未作战啦。90%未作战啊！你要跟人比啥去啊？对不对啦？敢那阿洪看即卖的兵，即卖的官，即卖的将，我跟你讲，即卖的将较输较早的这个认定，我跟你讲，一个将起码团长。那么那是拍团长有诶，还阁是三粒门啦呢哦，啊，团长啊，带兵带遐多啊，对不对？四个团啊，啊，阁一个孙安尼啊，特种部队伊诶，这个后援拢伊伫指挥诶，啊，你甲想啊？阿洪拄仔咧讲诶，一个将领不达到真较早一个连长，你较早你甲看，迄老师官连长，你甲看，伊伫早起啊早会，啊，你甲看伊个脚步，拢完完全全，拢甲训练中心伊个即个班长。教育班长拢一模一样，绝对袂懒散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离开伊的这个基本，的这个操练，几啊年啊？但是伊即马伫个性质，同款是伫个操练，无去个中断啦。啊，即马咧，即马部队。真涣散，是安怎安尼？国家出问题啊，国改战啊，阿洪有讲过啊。来，咱继续转来主题。所以你甲想，林全行政院长讲什么时阵啊？每年国家开在这个三，这个国防。有3000亿，还是在做啥？还是在做啥？那么香山五社的这个事件，经调查啊来协商，这个案排入。本周拜五，立法院院会要来讨论，吼，的这个代志。香山飞弹的这个误射，迄一天当天透早，就在个人民宿啊来半路自焚，立设立风波核心，伊的这个国民党政策。哦，政策会的这个执行长蔡正元，长就表示了啦。事发的时阵有几百个人伫个军区，伊的这个周围有看的啦。伊讲有目击就对啦，目睭看的。是毋是袂当暗看到这个资讯啦？哦，军区
蔡正元伊是安尼咧讲啊，当然伊讲最讲阿宏的判断，对不对？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这个消息来源，起码包括行政院、国防部拢咧调查啦。譬如讲，那是经过即马现在的这个网络，我看真紧就会当公布啊。啊，那是根据新闻底讲的，是王道私下的这个手机啊，啊来联络。我看这个部分嘛是会当查出来。那么，若是经过其他伊的这个电话，嘛是同款。虽然讲无遐紧，因为若经过其他这个电话，嘛是查会当出来，但是较慢。这拢爱有一些时间来作业个。所以到尾啊，唔免烧钱，查会就出来，吼，查会就出来。到底是安怎？当然阿宏唔知影。我在这个节目中。我唔敢胡白猜想，因为我的逻辑那是无正确，我袂乱讲，我绝对袂乱讲，因为呐，唔知就是唔知啦，袂使乱扯就对了。我看有诶吼，啊，这个媒体也好啦，主持人也好啦，名嘴也好啦，三个拢胡白乱转咧，表示讲伊真专业。当然，这件代志，那么根据蔡正元伊伫咧讲，那么阿宏当然啦、保留吼、那么整个的这个事件来暴露完全无个性泄密的这个问题啦。那么蔡正元就质疑啦，伊讲哦，整个的这个事件涉及民防啊，甲准备。而这个航行安全，那是伊当天无透早来公布，国防部啊个行政院定价的这个单位，大概啊啊个想要暗号，要暗藏，这会严重出问题啦。因为咱所知啊，过去阿宏咧做兵。军中会暗感一寡代志袂，会啦。譬如讲啊，都因为安怎讲？因为较早伊个即个军纪有连坐法个，即马我毋知啦，应该嘛是有啦。连坐法，你连长出问题，营长知影调查，对不对？那么当然你连长要负责。那么连长。连连有问题，那么营长知影嘛暗藏，那是安尼，甲团部或者是师部，那么若知影，同款，你这个营长爱负责。当然事关是毋是大小啦，当然啊小事当然拢无代志，啊小事上级嘛袂去甲你追究啦。因为咱讲在军中，小事出代志是难免，只要袂影响到这个军迄、那个军容啊、甲军誉、军役、吼、甲军纪，那么一般大家用啊是目睭睁一对，开一对。因为咱讲，因为毕竟军中都有一寡。士兵、士官都会出状况，这是免不了。但是出状况，在连的这个部分就真紧张啊啦，普陀长、连长就集合啊，就检讨这个代志，什么人做的？啊，你是安怎安尼做？对不对？啊，边啊周围的这个班兵是安怎无注意到？过来，排长、老师官，吼、哦，你是安那无注意到，这拢安尼一直检讨。
你唔知影讲较早的根基遮尼啊严，所以出的这个纰漏就较少。即马咱做你甲看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拢嘛出纰漏，叫你的什么手机啊，智慧型的手机啊，叫你袂再炸入去，你嘛照常炸入去。啊，较早考袂到就关禁闭啊啦，无像即阵啊啦，后什么关禁闭？啊，就去身体检查，较早哪有啊？拜托的，你高血压、什么碗糕照常啊，禁闭照常，讲关就马上关啊，哪有咧甲你讲检查这個？有诶无诶？后咧检讨讲你的身体到底会使关啊，未使关啊？无可能，较早代志拢无可能啊！啊，人嘛关出来啊，对唔对啦？所以，家己即卖国家、即卖军队、即卖社会，家己本身拢袂检讨。吼、哦，啊，讲一体一啦，吼、哦，这栋嘛，这栋，那栋嘛，这栋，安尼就对了。你啊看，这种节目你做你家看，安尼伊也敢讲会出来，我听袂落。啊，你要安怎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有讲啊，即马就只有能力，无迄个是非的。是非无重要，重要是能力，重要是面吹。那么对于这个林奎下令。铁渣石笔，蔡政委就批评啊啦！这尔啊重大的这个代志，如果政府啊，那无想要暗勘，那会将到伊当作石笔啊来处理了。啊，那么蔡政委嘛强啊，只要你们啊，改革伊石笔，那么我出来了。毫不留情，立刻回告伊多职，也那无，大家来试看卖啊！哦，那好，你这个立咩啊？好，你吃不完兜着走啊，兜着走，也那无，大家来试看卖啊！真正的孙阿娘，啊，面啊都热落去啊啦！啊，袂安怎都做你来啦，啊！那么宦官朱新处置过程，蔡政委表示啦，迄一天只是有一个唔知名诶，即个人士传信息予伊啦，哦，可能简讯啊是啥物啦，吼、哦，甲伊讲诶时阵，安尼挥单误写即个代志啦，查证过程。广播，吼、哦，就嘻嘻哈哈啊，讲拢袂出来啦，啊、嗯，才发觉讲，应该是有这回事安尼啦，就伫个民事啊来公布啊。那么记者报道，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政委认为讲，行政院院长林全。爱查泄密是伫个想要暗藏一挂代志啦，但是民进党个即个立委辩解啦，认为讲哦，铁查泄密有即个必要安尼啦，啊，爱掠即个内鬼就对啦，啊，啊即、這個、哦，啊即、這个民进党个都上届贯穿个啊，上届贯穿个民进党就是安尼，啊，伊要掠哦，伊要掠是国民党个支持国民党个，啊。那抓到因家己的绿营，就点唔点啊？就点唔点啊？民进党就是拢安尼，啊，最主要要查泄密，就是要查绿营的啦。啊，那因，哎，迄个蓝营啦，吼，要查蓝营。啊，那是查到因绿营，安怎？啊，就。点点无要紧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讲啊无啦，
迄时吼，伊咧意外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辩解啊你，哈、嗯，暗砍啊你，是毋是安尼？伊讲检讨群众保防系统，是毋是讲出了问题？我甲你讲啦，群众早，包括各企业、各行业内面，阿方有讲过啊，拢有哪个例子？诶，这个失败，知影无？拢同款，群众嘛是同款啊。群众嘛是有国民党诶失败，嘛有民进党诶失败，干掉啦。讲较严重就是干掉啦。啊，政府部门嘛是同款啊，起码嘛有绿营，嘛有蓝营嘛，对不对啦？因为绿营诶，绿诶民进党拢嘛咧弄，咧攻击。较早政府官员对不对？哈，啊，拢是的孙人尔，国民党的人，对不对啦？那么自陈水扁做市长了后，当然啦，安插一挂绿营的，伫个即个台北市，伊的即个国机要，诶，即个科系内面啦。科县包括科长啦，包括迄落吼行政什么啊，这个头人啦，拢有安排，也这个绿营的。所以我甲你讲，在台湾哦，时时刻刻都会爆炸。安怎讲？你干袂我，我干袂你，就是安尼是啊。像国家社会拢安尼。拢安尼，所以这个我常在批评这个学者专家，这个名嘴就是安尼，敢那出一支嘴，对不对啦？好啦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来，听小歌，来个结束起来，来，江山情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
点心情无得看。当陪伴怎样来听山，有尖无线，阮是要安怎思念心情无地方。